突然的关系，最怕为你突然犯关烧透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要心意，不愿那次悲伤的哭泣，喜乐与伤心永远要记住，用尽几几声眼泪，爱骗不过奇迹。是男女朋友啊？是啊是啊是啊，快要结婚了哦，恭喜恭喜。11月19号还有送给9月3号的小金。那么甜，那么美，那么伤心，那么疯，那么热烈的身体，为何我们还是要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。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。